深扒体坛三层皮，一针见血看到底。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今天啊，胖周跟各位球迷呢，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男篮啊。聊中国男篮什么话题呢？就聊一下中国男篮我们即将迎来的这场与加拿大的是吧男篮奥运会的落选赛首场比赛。这场比赛堪称对于中国篮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它将会决定着我们中国男篮是否有机会延续自己的是吧再度的登上奥运会舞台的这个梦想。我们知道其实在过去的九届奥运会啊，中国男篮也是连续九届奥运会是吧全部都参加了，36年中间没有任何中断过。但是在今年这届奥运会上，如果说中国男篮不能够成功的入围奥运会的话，那么将会让我们这一个记录是吧戛然而止。所以说对于杜锋来说也是使命在肩。那么虽然说这一次的男篮奥运会的落选赛确实是赛程非常的凶险，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也是别无退路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争取杀出一条血路来抢下一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说到这里，很多球迷都认为这是咱们说大话吹牛了，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都实力太强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参考当年是吧中国女篮是吧，她在女篮的资格赛上能够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并且创造了一个奇迹拿下了三连胜，甚至还击败了两支当初认为不可能击败的英国女篮以及西班牙女篮。要知道西班牙女篮这支球队可是欧洲之王，更是奥运会的夺冠的是吧劲旅是吧，这支球队是一个奥运会夺冠的热门球队，结果还被中国女篮这支以98-99年龄段一些年轻球员是吧给掀翻了。那么这是靠的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出奇制胜。为什么中国男篮不能复制女篮的这种奇迹呢？为什么不行呢？是一定可以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杜锋只要能够去偷师女篮的他们掀翻西班牙掀翻英国拿到三连胜拿到奥运门票的这个三大奇招的话，或许啊，中国男篮也有机会在今年的男篮奥运会的落选赛上去创造一番奇迹。那么我们都知道，目前这支中国男篮，我们整体的人员架构也是比较年轻，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球队。我们跟此前女篮创造奇迹时期的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没有人看好我们。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出奇制胜，打出一些我们的奇招。那么我们不可否认，无论是男篮也好，还是女篮也好，我们中国篮球立足于国际赛场，我们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那就是内线高度是吧，我们的内线的移动长城的高度，那么再加上外线投篮的稳定性，对吧？中国篮球想要在国际赛场提升竞争力，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两点做到极致，而且呢，我们还要争取把团队篮球的特点给发挥出来。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篮球是吧自身的一些优势，你只有把这些点做好之后才能够做到以弱胜强。而中国女篮恰巧就是把他们的内线是吧李月如包括这个内线的这个韩旭这几个点全都给发挥到极致了，包括外线李梦等几个投篮点也都是非常的稳定。那么再加上球队的一个团队篮球的一个战术，确实将整个中国女篮我们的整体的技术特点全部都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说他们拿到了三连胜，拿到了一张奥运会的门票。而对于这三大绝招来说，如果说杜锋能够把这三大绝招全都照搬到中国男篮国家队来，对吧，我们的内线我们的刘传兴、沈子杰、周琦把我们的内线的高塔优势给发挥到极致，那么外线再加上我们的一群投手胡明轩是吧赵继伟吴前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男篮外线的一些稳定的投射点，那么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团队篮球的战术，所以说中国男篮我们是完全有机会跟对手掰掰手腕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加拿大男篮他们在公布了这一次的集训名单之后，阵容里有8名来自于 NBA 的球员，但是呢这支球队其实就是一个看上去的一个纸老虎。为什么说纸老虎呢？因为他们整体的纸面阵容实力确实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强大，但是为什么他在拥有着大量的 NBA 球员的情况之下，在2019年的男篮世界杯上他们的成绩一塌糊涂，像中国队一样糟糕呢？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这支球队他们的团队篮球打不好，他们场上球员各自为战，战术执行力特别差，而且呢对于这支球队没有归属感，上场之后大家形成不了合力，自己打自己的。所以说中国男篮我们只要能够把我们的团队篮球给打出来的话，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在首场打加拿大的过程中去击败他们。而这场比赛我们知道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1日早上7:05正式开打。那么本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来看的话， CCTV5 央视频道将会有望进行现场直播，那么届时呢我们也是共同的期待中国男篮能够旗开得胜，我们也拭目以待。好了，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啊就先聊到这儿，喜欢胖周的别忘点关注胖周啊，天天为您聊点球。